今は。小明被人判死刑，那是应该的。阮做爸母的，无啥物话通好讲，也不用去研究什么原因。恁老爸哦，自起床开始啉烧酒，啉到去困，困的时阵，那酒干那个冒的，伊是会当讲啥的啦。但是还是要想办法找出李小明他转变的原因，这样你才能重新面对社会大众。谁想面对我们？除了你们三个律师，谁想面对我们？应该爱讲的，阮拢讲啊。你妈妈，就算你谁都不想面对，那也不能逃避啊。你的生活怎么办？这样一直逃不是办法，这不是人过的生活。我一天睡无两点钟，我一直在想，到底是倒位我把囡仔教歹的？阮家就伫个面搭后壁，囡仔爱秘伫个家己个房间。啊，妈妈爱管哦，啊，不是讲爱给囡仔独立自我成长的空间吗？啊，讲因爸爸啉烧酒，伊啉烧酒嘛是拢伫咧处理厝边隔壁的代志，去争取大家应该有的福利啊。想要伤自私、伤无用，拢无时间和囡仔讲话、开讲啊，才会教出这款变态。告诉这块被台下的母娘啊，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一个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。让我帮你，让我来帮你。我去看过小明几次，啊，不过伊在厝内的人，伊都拢不爱看，连妈妈伊都拢不爱看。你为什么你都不会讲？我未晓做人的妈妈，我唔知安怎做人的妈妈，嘛未晓做人的太太。拜托，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王律师，拜托，麦哥来催婚了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，一个案件结束，并不是判判刑就没了。你小明他不一样了，他不一样。你要振作，你要振作，你要振作！你妈妈跟我说你要振作。没有小文啊，没有小文，你想想小文，他还那么年轻，你要为了他继续活下去。谢谢你这两年这么关心我，啊，不过为什么开始这谁敢无理小文这？好吗？你卖对来啦！那我帮你好不好？烂啦！你卖对来啦！你妈妈。